伦澳选手大开 sex party。由呢一秒开始，杜蕾斯带你享受至高境界。嗱，放心，冇重复到，系我哋条片嚟噶，唔系广告。因为嚟紧伦澳要大派用场啊嘛，边个要用啊？咪一班精力超级旺盛嘅运动员咯。佢哋嘅战场除咗有各个体育场馆之外，仲有呢个选手村。知唔知上届京澳派俾运动员嘅氹氹有几多个啊？系十万个啊！咁今届伦澳又有几多个呢？系十五万啊！吓，村里面最尽都系得万零个选手啫，咁咪一人用十几个氹氹，其实都唔出奇噶。自从呢本书出咗，各界嘅运动员都唔再收收埋埋啦，畅谈呢个奥运村人士。胜派对已经是小事啦，连美国飞鱼洛智迪都话，根本个个选手比赛完之后，只是一心在村里面找对手开波，甚至有选手利用自己攞到的奖牌来换取 sex 的机会添啊，真是冇眼睇咯。唉，他们这种 party 都是阻止不到的啦，只希望今次的氹氹够用啦，同埋他们真是会用咯。